中和区漳河国中力推环境教育不遗余力，近日由家长的推荐引进了园艺治疗的课程，希望让特教班，也就是欢喜班的学生能够亲近泥土、亲近植物，借由植物的生长让学生看见生命的奥妙。这不但是生命教育、土地教育，也是食农教育，希望接下来也能够一步一步的向全校学生做推广。漳河国中是环境教育的特色学校，那我们也期待孩子们从亲近土地开始，从爱自己、爱他人，更爱这个世界。所以这个是有这个课程的真正的意涵在里面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是透过特教班、欢喜班的孩子呢，去开始这一亩希望的田地，希望他们透过种植、透过松土、透过养殖、透过爱护这个土地呢，能够更爱自己的生命。在搬土松土的过程中，也许有学生不习惯碰触到泥土，但在老师的循序渐进下，渐渐卸下心防，完成一片也笑得开心。透过这样的过程，不但能够稳定学生的情绪，更能够看到自己种的蔬菜逐渐长大，从松土种子发芽到长叶的每个阶段亲身感受，无疑是让大自然成为一个最天然的教室。所有小孩都可以接近这个大自然，接近土地，接近植物，然后看着植物的生长长大，就生命力，然后激发他们的信心，然后他们的向上的力量。所以我觉得很感谢我们的漳河国中的校长范校长，他愿意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校园的这一块土地。整个过程当中，就是一个生命体跟另外一个生命体的对话，也就是人跟植物的对话。那我们希望学生能够透过这样的课程，他可以不只是学习到什么叫健康的蔬菜，还可以透过过程当中他去练习到他的肢体动作，他可以练习到合作的精神，他可以练习到如何把健康的蔬菜然后变成是自己可以吃的粮食，或者是佳肴，然后收取最好的营养。坐轮椅的学生也有贴心设计的高架台，可以轻松接近到泥土，带来的嗅觉、触觉等感官刺激，让泥巴不再是想象中脏兮兮的样子，而是大自然组成生命的必备元素之一。练习照顾植物，看见植物旺盛的生命力，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加激励人心，也让漳河国中的孩子们种下一亩希望的田，期待继续萌芽茁壮。数位天空新闻综合报道。